你妈妈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就是让你在外面当小王的吗？什么年代了，女生不能养男生啊？哼，教官的事要终解决，应该还是深爱的。啊？啊？如果什么都行不通的话，他该不会绑架你吧？我这里有一份条约，这个合约对小燕不公平了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3只小猪的逆袭 ，One Boy 冰封一。